晚上好，Hello。晚上好，嗨。嗨，晚上好。我还好吗？吃空巢老人，空巢老人很好。谢谢叉叉。对啊，我没有给他拿回来，正好让我哥玩两天。衣服有链接吗？有是有，只是我如果发出来的话，我就会暴露我的淘宝 ID。谢谢21个应援棒。晚上好。哎，你听不听得到我说话？我刚才已经回答你衣服有没有链接了。哎，我这手机贴了个膜，感觉它不那么清晰了呢。项链有链接吗？没有。晚上好。参加最佳拍档吗？没有哎。谢谢21个花花。火星船票没有哎，但我有在那个搜我名字的时候搜到过一次。谢谢20个应援棒。脸有链接吗？在此直播间。谢谢20个应援棒，谢谢巧克力。痛吗？痛。谢谢巧克力。看的小蓝书，你看得到我回复吗？我刚才跟你回复了那个衣服链接，发不了。谢谢巧克力。久违的刘海，那为什么感觉最近刘海有点不太对劲？吃饭了，母后吃饭了。新发色好看，它已经不算新了。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夸奖。奶牛水不对，谢谢花花，感觉再不穿的话它就穿不了，太厚了。我近视吗？我近视的，挺严重的。我也不太确定你有叫什么染。晚上就很冷是啊，对，我还散光。嗨，晚上好。谢谢叉叉。可以看新眼镜吗？我戴着隐形眼镜，没有办法戴新眼镜。谢谢20个应援棒，谢谢32个应援棒。上海冷吗？其实还挺冷的，我觉得。你听得到我说话吗？我说这个衣服链接啊，我发不了啊，铁铁，我发不了。你们叫什么？吓你一跳。是钻吗？不是，是那种眼影。谢谢20个应援棒。苏珊珊，你去找苏珊珊，你在我这找她干啥呀？找不着的。可能是机器人，是不是这个卖家？是不是这个卖家？我把下巴呀。不是衣服，脚好了吗？你们觉得我是金刚侠呀？刚买的就好，那肯定是不能。你是卖家吧？你在我这儿要链接发给大家，让大家来买，是不是？
头发末梢，发尾，发尾，谢谢十个巧克力。我也没看出来是吗？这是叉叉，原来头发长这么长。是的，我头发长得很快很快。今天公演的时候正好在上课，周六还上课呀。洗头不累吗？累。这颜色挺不错，我不喜欢，但是我不想再染它，因为损伤很严重。近视多少度？500度左右，然后还有散光，散光差不多200度左右。挺好看的，谢谢。还有晚上公演是下午了，今天是不是看不见你？我看得见，是你刚才问我，哦，不是你，我看得见你啊，我以为是，我还想说是，到底是我看不见你，还是你听不见我呀？不是不是，刚认错人了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。我知道了，好吧，你等我一下，立刻给你回复。我把我脑壳都锤爆了。那个我还给他镜面了一下，你们知道吗？因为这个直播它是镜面的，我给他镜面了一下。下周六再剧场吧，不一定哦，真从。唉，没链接那咋买的？主要是我不想发，因为我发了会暴露我的淘宝 ID。为什么我是妈妈呀？我终于可以就是像别的主播旁边有个公屏，然后上面就打上那些重要的内容了。我已经想到办法了。只能看到半张脸，你也可以看到我的全脸。随时写字，那我得写镜面了，很难。
谢谢元宝。还在问我有没有链接了，看这个啊。哎，你说的有道理。强制反转吗？是啊。让我再操作一番。今天好漂亮，谢谢。哎，那个一给我截掉了，漏了个一，等一下，复原。微信群暂时应该是没有的。谢谢硕茂送的夜蝶，谢谢，谢谢你，整的跟喊麦一样，看不清。现在呢？眼线画的怎么这么好看？漂亮吧？这还看不清？真假的？什么群？你加加看就知道了。你加加看就知道是什么群了。34739891啊，你加一下。对啊，他应该不反光，人家的本身就发光。群里有迪迦，加一下。来两句日语，日语不会。刻在血液里的数字，对。夏日憧憬舞，啊，就是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你的那个吗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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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那个吗？学是学了，就是没拍。我在群里嘛，你加了你就知道了，你加加看里面。有超级大礼包啊，超级大礼包，群里请。你进了群，你就会有重要发现。你先进群，这是一个寻宝游戏。今天我们寻宝游戏第一步，先加这个群啊，34739891。我这么坐着腰不酸吗？确实多少有点。我拿个垫子垫一下。什么链接？什么链接都没有，全都没有。啊，有事没事加群。好吧。哎呀，啊，砸到我了，痛了。好了，就不宣传了啊，今天的宣传到此为止。哎，好痛。
擦下药，不至于，没这么脆弱，就给砸了一下，不至于。谢谢成双成对送的夜蝶，谢谢。下周有生日公演吗？没有哦。哇，你发弹幕没有 CD 的呀？为什么你发弹幕没有 CD 呀？你可以一下连着刷这么多条屏呀。没有链接。榜一头像。不能一起过生日了，没事儿，谢谢乔丽，我会直播的呀。我要去哪？啊，我去哪？什么意思？什么叫我要去哪？不是，我刚才在念弹幕，是有人问我，有人发的弹幕不能一起过生日了。去哪呀？啥呀？啥去哪呀？我哪也不去呀。我反正分你一半。妈妈头发也没几根了，铁铁。刚进来没听见。我哪儿都不去，只是我刚才在念弹幕。谢谢20个英文棒。几点开直播的各位？25分左右。19号晚上会有直播吗？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是会有的。今天的灯箱有能用的照片吗？有的。晚点发，等我下播了发。谢谢姻缘棒。8:27，嗯，差不多。注册不了 QQ 啊，给腾讯反映一下。谢谢10个姻缘棒。哎呦，又要去工作。我看起来很拽啊，真的假的？不是，我只是有点脸有点累了，不是我拽。见到了本人一面，谢谢查查。修一个断眉不要了，少女偶像不适合修断眉。我不累不就更拽？不，我不累就会很温柔的。谢谢元宝。信女愿掉秤20斤，希望天晴小眼可以去工作。我也愿掉20斤。谢谢查查。很卡吗？谢谢查查，谢谢元宝，不卡。我意外的又困了，我最近特别特别容易困，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，这是。谢谢元宝。头像喜欢卖小号。是我的平板截图，谢谢姻缘棒。为什么微博改名了？这里还是原来的名字，因为你微博改名了，这个软件的名字叫口袋四八。谢谢20个姻缘棒。虽然说你可能是用微博登录的，但是你里边的名字并不会因为这个微博改名而改啊，你要重新在里面改一下。我好像客服讲着呢。最近睡得好吗？其实还挺好的。谢谢元宝。谢谢15个姻缘棒。
天早点睡。好，我昨天也很早睡了。谢谢元棒，谢谢二十根元棒。这是奶牛裤子，熊猫身上没有这些圈圈点点。裤子咋了？有了裤子有何不满？可以看我的新眼镜吗？我把那个，不是，我现在戴着那个隐形眼镜，你们知道吧？我再戴眼镜我会头晕的。谢谢查查。没有超过十二小时，我戴隐形眼镜没有超过十二小时。谢谢风飘，谢谢雨飘风中笑送的夜蝶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夏日憧憬舞。思考一下哟。你听说我去体测了？你听谁说的呀？好想把我的裤子染黑，为什么？你只能接受纯色的东西吗？对啊，为什么会有人没有 CD？ 我也很奇怪这件事情。是网卡，网卡就可以一直发劲儿。谢谢奶狗狗送的皇冠，戴戴戴上了，谢谢谢谢奶狗狗，祝奶狗狗，祝奶狗狗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元气满满，永远爱我，谢谢谢谢奶狗狗送的皇冠。不卡，啊，好。偏头疼呢，今天穿少了，吹到冷风，头疼。谢谢元宝。什么时候再去中泰啊？这个我暂时不太确定哎。先下了就来看一眼，健健康挺好。今天好去忙吧，注意身体哟。谢谢三个生日帽，谢谢元宝。今天的 MC 话题不是就是什么时候感觉到自己成熟了吗？我忽然还想到一点忘说了，谢谢十五个元宝。中泰就是广州的剧场 GNZ48 的剧场，就是不在夜里做决定，因为晚上我总觉得是我很不理智的时候，所以渐渐的开始不在晚上做决定，就是我给自己的忠告。电话手表是什么梗啊？谢谢呜呼送的皇冠，呆呆戴上了。谢谢呜呼，祝呜呼新年开春大吉，身体健康，元气满满，事事顺利，天天开心，心想事成，永远爱我。谢谢呜呼送的皇冠，谢谢。电话手表是干什么的？不回微信的跟哦，就是如果有电话手表我也不会回微信，说实话不是不是说不会回微信，就是
该晚一点回，然后就忘记了的微信还是这个，它只会让我更加的增加我不回微信的概率。谢谢十个叉叉，因为我很多微信就是我看到了，然后当下我在忙，我没有空回复，然后我就忘记了。那你给我搞了电话手表，我更有几率就是我在忙的时候会看到这条微信。什么微信是算是该晚一点回的？所有微信，很多人都是这样，是吧？因为我比如说我现在在忙，然后不管是什么微信过来，其实我都是没有空回复的。比如说我现在正在公演，对吧？我正在公演，然后或者像你们正在办公，然后我一时半会儿我的脑袋可能你不能打断我的思路，但是我正好看到了你的消息了，我打断思路，我现在回完你，我可能一会儿就忘记了，或者我实在没有时间，我正在公演，我下一秒我就要上台了，然后我看到了，我就只能放在那儿，或者我在排练，我看到我只能放在那儿，我想着晚一点回，然后我就有没有忘记了。但如果你给我电话手表，我更有可能在排练的时候，哎，它显示有一条微信，我可能就看到了，就忘记了。脑子不够用，对呀、啊。所以我还标记未读，可是那个未读在我就会很难受。我不值得拥有电话手表，给我这种人，我肯定会丢的。而且。电话手表的话，像我这样大手大脚人肯定会把它摧坏，就是我手甩甩肯定会把它摔了，就是敲到什么东西上面就坏了。谢谢元哥，看直播的时候也不回微信。我牛角包找到了吗？暂时还没有，但是我刚才意外的发现我在那个我在查找里面看到了我的牛角包，但是它在一个我根本没有去过的地方。问题是我不知道我要怎么把它找回来了，我看到它了，我不知道怎么把它找回来了。那个地方我根本没有去过，那它必定是，要不然我落在车上，那辆车开到了那儿。或者说被谁捡到了，他带到了那儿。哎，就很苦恼。而且他的那个地址他已经在三天前他就已经没有了，消失了。晚上好，谢谢哥娃为送的夜蝶，谢谢。我咋总丢东西？因为我这个人不细心，这是我的问题，要积极改正。但是有时候你说下车的时候，我顶多检查一下座位上有没有东西，这是我平时下车会干的事情。但是我不能保证我每次打开我的包，我先看一下我所有东西在不在，我再下车。我觉得这有点太浪费时间了。咋把你自己丢？差不多，黄鱼脑袋是这样。唉，而且他有时候从我的什么？包没合上啊，滑出去了，口袋太浅了，掉出去了。这个我也不能控制吗？这挂脖子上，那我脖子上要挂太多东西了。我的脖子可能就不堪重负了。晚上好，又丢东西了没有？很久以前丢的了。建议给你保管。你咋这么聪明呢？
我脖子上可能要挂很多什么耳机啊、水杯啊、手机啊、化妆品啊、眼线笔啊、钱包膏啊、化妆包啊，甚至行李箱。谢谢姚叔送的皇冠，戴戴戴上了，谢谢。谢谢姚叔送的皇冠，祝姚叔开春大吉，心想事成，身体健康，六六大顺，嗯，永远爱我，谢谢。买个大点的行李箱，完美解决所有问题，这根本不现实。你说我不可能把耳机放在行李箱里，我要听的时候给它拿出来，听完之后又爬到车的后备箱去给它塞进去，这不可能。买个集装箱，从此出门开卡车，溜了。随身包包，我分明记得我会放到包里啊，可能它滑出去之类的，我也不太知道。丢了就丢了，不去想它，反正以后自己多注意一点就好了。确实会难过一下。对，以后东西我就不放在口袋里了，因为有些兜实在是太浅了，大部分的兜都很浅。还有一个我要吸取教训的就是，以后再也不能买那么大的耳机壳。应援物什么？好快，那个弹幕飘过。广州丢了个东西之后运气好很多，真的吗？那我最近是不是会运气很好？因为不见了把你急哭了，哎，别哭呀，你可以去347398191这个 QQ 应援群里面再买一份。你说什么？没听清，没记住是吧？你先打开 QQ， 我再给你念一遍，347398191，我早就能背出来了，好。把中泰的鞋子拿回来了吗？拿回来了，阿姨那天给我收起来了。昨天有180人进群了，欢迎我的180位老铁们，谢谢你们进群，你们的进群让我非常的开心。347398191，没有记住的截图保存一下啊。你们要的所有链接可以在这个群里面找到，大家截图保存一下。我看人家主播都是这样子，人家主播要进群扫二维码的，现在赶紧截图保存一下，还给大家最后3秒，3、2、1。我有看，我需要去学习一下，对吧？手上贴个二维码，直接纹一个二维码。搞那种纹身贴，然后每次直播之前先贴一张在脸上。二维码放镜头右下角，
你要怎么做到呢？很难啊，这个。你说啥让我画一个二维码？你是在为难我胖虎呀？哇，太小了！等一下，让我重新打一个啊。等我重新打一个。咦，完蛋了。好了，这么温柔的吗？错觉，错觉，像极了搞传销的。谢谢查查。微博应援会不是有的吗？是，立马加，立马加。适合买保险。大家看到后面这串数字了吗？好不好奇？过报吗？现在过报吗？谢谢应援棒，谢谢。裤子出现就好些，这样呢？哼，你家对象排着队给你分配，笑道。剧组还在下雨吗？是啊，没下我就已经不在这儿了。哦，还在。哎，要是不下我就去了。莫着急。问也没有用，老天爷该下的雨还是下。哎，啊，不行了，我今天不行了，我困的我是眼皮都睁不开。谢谢应援棒。谢谢应援棒。我明明昨天睡的也不少。好，去睡觉了，铁子们。晚安了呀，早点休息好吗？谢谢查查。拜拜，晚安。明天我看看，明天我的头发塌不塌？因为我今天的头发其实看起来已经很塌了。年轻人较多，我想也是。